爷爷在哭吗？我陈江河。陈江河，陈先生。。我正要找你们呢，我把门已经锁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想知道青云杰是怎么跟你们说的。你把门给我开开。你们又是怎么跟孩子说的？你先把门给我开开。当然了，首先呢，我还是要感谢你们这些天帮我带孩子。万不得已，轮不到，一定不可能来找我。可是你今天看他找我了，反而什么都不跟我讲，这是让我最难受的一件事。先听孩子吧，别在孩子面前唉声叹气的。哎呀，跟你一起出来，哎，他妈把他接走了，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接走了。是嫂子吧？爷爷在哭吗？我陈江河。陈江河，陈先生。这是我太太陆玉珠。请进吧。我正要找你们呢，我把门已经锁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想知道青云杰是怎么跟你们说的。你把门给我开开。你们又是怎么跟孩子说的？你先把门给我开开。当然了，首先呢，我还是要感谢你这些天帮我带孩子。Thank you.
那个，我常听大哥讲起你啊，是大学同学啊。是啊，当年他不听我的劝，非跑回这破地方。如果要是跟我出国，完全就是另外一种 life， 也不会有今天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哈，在这里卖什么假冒伪劣小商品，他能有什么出息啊？真不知道他爸爸是怎么想。我爸爸干的是大事，这里卖的都是好东西。你懂什么？我懂，爸爸都给我讲。Children should listen, but not interrupt. OK？ 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妍妍，妍妍，玉珠，妍妍，妈妈。我是要带妍妍回美国的，别哭啊，宝贝儿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，妍妍。拽呀！好好一个中国人，非得说那种鸟话。我骆玉珠就算会说，我也不说这种话。跟我这装什么洋气呢？他，人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是人家的自由。我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，可能以后我干女儿要受苦了。那你刚才让我放手？那是人家亲妈。孩子哭得可怜死了，你说邱大哥这么好的人，怎么找这么个女的呀？所以离了吗？